车仔面是香港人都吃过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吸客绝招，看看有哪一家啱你心水啦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辣酱就是车仔面的灵魂，这一家老字号就够晒广告。这一家就有很多特别配料选，不要以为车仔面一定是味精汤，这一家就用老火汤来做汤底。泰安楼出名很多便宜食，大肠是名物，喜欢吃下南野的话就一定要来这一间。家下的车仔面不只是下南野的，这一间入了米芝莲推荐的就以鸡翼精闻名，这么多间车仔面，你的挚爱又是哪间呢？